然后另一份工作呢是饮食店的工作，工作内容呢是饮食店相关辅助，工作地点呢是在神奈川的横须贺，然后工资给予呢是20万到35万，日语要求是日常绘画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过来参加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呢是上午12点，然后面试呢是下午15点，当天就能知道面试结果。